宝贝们，六月好运正在派送中。写鱼比喻茱萸，止鱼化鱼妙语，我还连珠呢。哎呦我天哪，气死我了！这个更好笑，蜘蛛与鱼，我都说两个字儿了，比喻治鱼，中鱼，水煮鱼，水煮鱼，还酸菜鱼呢。哎呦我天，一个没对，比喻治鱼，哎，治愈真的是接近了。这个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我新给的毛雨，这真的是一首歌，同一首歌的名字吗？止雨越来越难猜了，至雨不陪你玩了，毛毛雨冒雨，雨雨雨，哎呀妈呀，我还雨雨雨雨呢啊！好吧，我再给一次，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对。一个自拍杆，一个创可贴。自拍，治愈合伤口，自愈，对不对？羽毛愈，羽愈愈愈愈愈愈愈，谐音梗我都说了，谐音梗，一个没对。蜘，蜘蛛和鱼，蜘蛛蜘治，东北的行吧？治愈，可以吧？不是蜘蛛也是啊，治愈，我们东北就说治愈啊，就不说自愈。写字儿，字和鱼，自愈自愈。和雨没有关系啊，两个字儿，自愈。哎，啪，猜对了。这回他们在看我之前的就觉得很合理，因为他们说这是一首歌吗？我告诉他们是一首歌，自愈。我要吃饭去，睡觉了。小总，你今天吃的都是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呗。我所有桌上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没吃过。首先这道菜叫做，就我们来的这个饭店叫烙锅，就是这个在这个锅上，然后把菜放在上面，然后开始。王总，我给你准备的折耳根。啊！不要折耳根，我不要折耳根。然后这个是叫米豆腐，这个没吃过，这个是好像是红豆泡饭，但是它是叫什么一个专业术语，一会儿问问。这是羊肉粉，这个是好像土豆饼吧，反正我都没吃。我要尝尝。这是粉丝推荐你来的吗？粉丝推荐我的那几家都太远了，今天我们需要快一点，因为我回去要把口试，所以比较着急。我各尝一口啊，因为我现在不能太吃太多，我减肥。不错，辣的，很入味儿，很好吃。很辣吗？一口还可以，是辣的，但是一口还可以，多了就不行。这个我看粉丝给我的信上面说了，这个是特色，但是是要吃这个火锅，最后用那个火锅的汤拌料。但是现在没有这条件，我就直接点了一份泡好。就是高粱米水饭，红豆配水，然后有点咸味儿。看这个土豆饼，就是炸土豆饼。好了，准备吃这个了。收工，回去玩不顺，拜拜。